很多网友都抢着要当，就是抢着认龙哥当岳父。哦，是哦，对，没有，你都不知道这件事，我跟你干单呢。能不能立即叫你往返去，大声的告诉你。那你知道你女儿喜欢吃什么吗？他善变的节目，他善变，他吃的东西不一定。狮子座其实不善变，是吗？啊，你搞我吐槽。还好你有你爸可以靠，因为我不敢吐槽我爸。哎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卤肉饭。哦哦，卤肉饭哦，你爸妈就介意。你知道女儿喜欢什么型的男生吗？我觉得他百变的，百变，什么都尝试。他跟我一样，看女生哦，并不是要漂亮。就是第一眼看感觉哦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哎，身材不错，不是，很多网友都抢着要当，就是抢着认龙哥当岳父。哦，是哦，对，没有，你都不知道这件事，我跟你干单呢。你敢不敢给自己？意思是说他交几个男朋友你都知道？我都知道，他最好是来。他也不是就交一个男朋友，不晓得要经过几个。你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吗？对，好，什么条件？如果你认为说他不错，你带回来给我看，因为我阅人无数哈，我看人十分钟我就知道他心地好不好。那龙哥看的应该女生比较多啊，看的。哎，不是看的女生比较多，因为我跟女生相处的比较多一点。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叫你往返去，大声的。告诉你，哎哎，就这样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口水都流出来了？有，龙哥的表情哦，你看得好入迷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